大家平安哈，哎，平安。那拄着我哈，我叫做 Jackie 哈，叫我 Jackie 就好啊。好，咱今日啊，这节课要讨论的哈，是 Who am I？ 什么叫做 Who am I？ Who am I 哈，就是讲哦，你知影你什么人吗？你到底知影你什么人吗？哎呀，哦、我做台湾人啊，我讲做大声啊，啊，无咱借问下，你讲你台大的学生对不对？无你嘛学生证吼、哦，摕出来借我看卖啊，是不是你台大的学生？对不对？哦，你伫台积电上班哦，啊，无你台积电公司的识别证嘛借我看卖，啊，你台湾人的身份证无嘛借我看卖，所以吼、哦，你唔知影你什么人。这郝龙斌因老爸哇，迄、那个郝伯村啊，我做兵的时阵，伊都咧做中书令。伊甲人讲吼，恁这皇民的后裔啊，啊恁是虾米人？啊恁都唔知恁虾米人嘛？恁唔知伊咧讲啥？伊甲你讲较足清楚诶，因拢即个伊若咧讲你的时阵，伊袂讲白贼啊。皇民的后裔啊，恁家己爱知影啊。伊甲恁教吼。一寡地性哦，拢甲你干唔着，遮对。遮唔是叫做白宫啊，遮是美国的国会大厦。哦，国会大厦吼、哦、是会迄个议员咧开会所在呢，唔是克林顿啊，唔是迄个奥巴马咧住的所在呢。国会大厦开会专用哈。哦啊，这个，哦，其实哈、哦，恁个唔对，足清楚的嘛。The White House， 下面有这个 White House， 这白色的房子而已啊。为什么会叫白宫呢？美国人没有那个皇帝白那个皇宫的那个观念呢。它很简单嘛 ，The White House 就。奇怪，哪会去犯对？无可能，迄调工犯的，你知道？因为理念就是安尼唔对的。刚才我的名字 Jackie 无？什么叫做 Jackie？Jackie 就千斤顶嘛。唔过你知哦，千斤顶顶上来绝对不止一万斤。唔过啊，钱的人吼，外国的物件一定较歹啊，哪有可能比先进的文明古国较先进？无可能，所以给伊贬低就像千斤顶，伊是万斤顶才对了，哦，伊个贬低成万千斤顶，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有毒的所在，因为毒吼，唔哪只毒呢？迄、那个翻译迄个字典啊，写迄本字典迄个人本身都有毒，所以翻出来就拢安尼，拢唔对，伊个你翻白宫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不对的嘛。The White House 啊，不是帝王的住的所在呢，嘛不是皇帝的呢，这是美国他办那个总统啊 ，President 哈、哦，也办公室啊。这房地产啊，属国家的哦。在家里办公的人是暂时的呢，反正四年后都不是你啊呢，对吧？爱付房租哦。英语哈、哦。Plus， 这是皇宫啊！哦，美国哈、哦，其实伊嘛无州，你知唔知？你那叫什么阿拉斯加州啊？其实错误的。他们美国人叫阿拉斯加，绝对不会加一个州字，就阿拉斯加而已嘛，对不对 ？San Francisco， 因为有纽泽西哦，不会加一个州字，因为美国的州啊，本身它就是一个国。啊！因翻译的时候，就过来翻译一个州啊。因中国人啊，就以因的思想来想恁的代志啊，感觉人别人嘛安尼。因家己咧食米吼，皆是拢全世界的人拢食米的。因唔知美国人，较早唔知美国人是专门食牛排的呢。因皆是讲美国人原来食米的呢，足奇怪的民族，拢徛伫因的立场咧想别人，哦。
汉文内底吼，伊若咧讲我甲你吼，是我和你嘛。英文内底毋是安尼讲哦，英文内底想 you and me， 外国人是甲对方先放喺头前，其他人是甲家己吼放喺头前，迄就是基本的观念无同的所在，自己吼才是站在最重要的地位，哦，这就是文化不同，是啊。这样没讲哦，每一周哦，这岛是对唔对哦？都加上一个州啊，有没有？美国哈，这50个州哈，其实是50个国家。啊，这个纽泽西州有没有？新纽泽西啊，伊家的换掉啊 ，New New Jersey 哇，新的纽泽西州。啊，不过这个纽约啊，他就会把你换错了。纽约也是新呢，哎，他怎么换成纽呢？纽西兰啊，是新西兰呢，他把你换成纽西兰，啊，啊，犹太人呢，啊，跟狗在一起的，有没有？犹太人那个犹啊，就是犬部的，他们看不起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有他们是文明的古国，啊，其他的都是番嘛，不是东夷啊。西隆啊，北狄啊，南蛮啊，对不对？这拢翻，干那其他人才是人呢？哎，这都是因为基本的文化，哦，因唔对的文化哈，伊嘛感觉哦，因为文明的古国呢，文明古国哈，那么用筷子吃饭，哦，美国人哈，一摆一个足欣赏咱台湾人哦，咱台湾一个医生去美国开刀啊，帮咱人开刀。一个患者吼，伊脑瘤啊，咱华联一个医生吼，去甲遐帮诊人开刀，一个开了，哎，这个脑瘤吼，我伫个足歹硬出来的所在啦。美国医生吼，一直想要用什么假死吼，甲迄个脑瘤甲夹出来，先想就想无啦，哇，咪伫遐吼要安怎夹？迄个台湾医生啊，讲夹一箱滴啊，啊，总共硬起。那个美国医生看一下怎搞的，那有这么简单的呀？哦，足欣赏咱台湾人用滴啊神迹，讲吼一箱滴都解决了。啊，伊那么笑讲吼，印度人啊，印尼人啊，那么用手夹饭无？哦，正手提饭，倒手吃卡通。其实吼，人不是安尼啦，讲讲个遐歹听，讲一句较实在啊，搞手夹饭的人哦，伊手一定清气。对不对？伊一定洗甲足清气才敢食嘛。啊，无洗无清气，食了才长症去啊。印度人敢有比中国人较少人？对啊。啊，那中国人诶，足简单诶，伊哪有咧烦恼身躯手有清气无？滴清气较要紧，对不对？所以滴吼，吼，拢嘛洗甲足清气啊。唔过咧，吼，即嘛上好啊，拢用免洗筷喎。中国所有诶手啊吼。拢错去做猪啊！即阵无手啊，能做猪呢？正爱甲美国进口手啊，去做猪，看落可怜。你甲想啊，一天食三顿啊，两顿用猪就好啊，免洗筷啊。啊，你看因一天爱用几箱猪？11箱好啊？啊，无啦，因较食细啦。啊，细细免洗筷，同款安尼咧错无？即阵中国人我正轻俭呢。对吧？免洗筷啊，即马演完哦，拍摄单调，做无菜，做啥？做笋丝，好吧？你上网查一下，嚯，人个免洗筷即马会当变做笋丝，对吧？这哈，这是较正确的多啦，较正确的哇。德克萨斯州哈，德克萨斯哇，纽泽西哇，纽约都唔对啊，哇。啊，你唔通就是讲吼，迄个美国的首都哦，华盛顿 D.C. 啊，是伫个华盛顿州呢，唔是呢？华盛顿 D.C. 是哥伦比亚州啊、哦，所以啊，一个观念吼，唔通强人甲你误导的。美国哈、啊、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哦，美国总统哈、啊、也职权是受法律的限制哦。伊干那代表外交甲
三军的统帅，其他的代志，其他的代志管不到呢，管不到呢。所以吼，平常时啊，伊是干那做者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左右啊，尔。哦，第一外交上，还是咧战争的时候呢，才有用到伊啊。这样，其实伊真正的职位吼，就是吼行政执行官呐。President 这个字哈，这个单字啊，美国的翻译哈，不是总统呢，这是会长啊、董事长啊、哦，还执行长啊，才这个字啊，不是总统啊。其实，在美国没有总统这个字啊。美国哈严格执行了12年的义务教育。因为读册吼，为国小甲国中拢免钱，无论是虾米种吼，你只要是美国人，读册拢免钱。因吼为国小读甲高中吼，囡仔咧创啥？拢咧耍啦。自细汉吼，就是爱耍啥？哎，生体育活动啦，艺术活动啦，还有联赛、义工啦、打工实习啦。读册不是最重要呢？读册哦，那是大学的代志。哦，恁只要个只吼，艺术活动啦、体育活动啦，这读好好些，这唔免拢读的，这参加。从小啊，就教你要合群，安尼才会自私啊。安尼。你王政府来个教恁啥？哦，伊嘛有教恁音乐啊，嘛有教恁英文啊，嘛有教恁艺术、劳动、美工，这拢有教恁啊。啊，教恁英文是安那？自国小过教到大学，啊，恁甲外国人无法度沟通。啊，教恁音乐教恁遮侪年啊，恁除了会晓唱《梅花》《梅花》，啊，佫会晓唱啥？叶梨，嘛唔捌，什么是叶梨？刚才怎样讲吼？迄豆芽菜半音符的吼，全音符的，啊，过来都唔知虾米符啊？虾米原因？因为恁就是皇民的后裔啊，好不分作清楚呢？皇民的后裔是我的敌人呢，敌人的子孙哪会使甲恁教上好？我都无咧戆，我将我系泉州人嘅子孙甲教教，哦，即阿伯即来甲我抬哦，我有遐戆吗？所以啊，遐高中诶啊，高中学生哦，啥物咧要求，啥物课纲改变咯？你即啥物即课纲啊，即课表啊，哦要变啊，怎样变啊？有效无？无效。主持人来教啥？哦，教艺术与人文音乐啦。啊，有多一个出一个多一个艺术家无？甲恁教音乐教遮济，啊，恁有创作多一条歌无？可怜啊！甲恁教英文、教遮自然、数学，有多一个恁教到变得和平奖还是诺贝尔奖无？为什么？因为恁是敌人的子孙，皇民的后裔，所以人因足清楚的呢。哦，伊这顶年啊，蒋伟林叫蒋伟林出来讲，伊要讲啥？伊要讲恁是皇民的后裔吗？对吧？无可能嘛！伊也出来讲安怎？好啊，你们对那个早上3颗梨子哦，晚上下午4颗梨子不满意哦？没关系，我们明天哦改成早上4颗梨子，下午3颗梨子，好不好？就改了吧，改成早上给你们吃4颗梨子啊！啊，大家就满意了，要回去了。啊，这个故事恁知影无？朝三暮四的故事。哎，高山啊，讲对的主人哦，早起3粒梨啊，给人家下晡4粒梨啊，足无满意。哎，主人讲无满意啊，我无我改做早起4粒。暗下晡3粒，安尼好无？啊，高山啊，哈哈！哦，有啥无讲的，知道在？这个朝三暮四啊！哎，课纲我给恁改无？有啊，英文较早一节无教，我给你改做半节好无？
好了好了，加减啦。音乐啊，音乐，甲恁改做两节好啊。较改所有的节都嘛用中文甲你教，对不对？伊上英文的时候，咱规个拢甲恁教英文。我帮恁教说哦，眼睛怎么练？咱会记诶，读英文哦，唔是用中文才读伊做英文啊，直接读英文就好。咱戆戆哦，骗甲讲哦，爱翻做中文才阁读英文。英文是比中文较简单呢，啊！你先读做中文，啊，再过来翻做简单呢，啊，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个广告咱定看诶，无电视顶头啊，拢啊咧访问诶大学生啊，讲你们大学生都在干什么？迄个女孩子哦，吼，安那话，讲有你玩四年啊，就你 university 哈，任你玩四年。迄、那个查某诶女孩子讲玩啊，就玩嘛。恁国小吼，紧甲恁灌，甲恁灌一挂中国诶思想落去。啊，大学咧，大学叫你们玩呢、啊。那个女孩子回答的最经典。讲交男朋友啊，阿伯阿哥改差就讲没有了，没有了。大学是咧读这没有，没有了。安尼你要改，所以啊，爱怎样？黄明的后裔的喜爱呢？阿哪因呢？遐真啊人咧，足简单咧，我要请家教，甲补钢琴，甲补英文，甲补日文，补法文，对不对？啊，那恁呢？恁黄敏的后裔啊，给他们都加了交男朋友的话，哦，没有啦，没有啦，对吧？哎，所以哈、哦，咱爱怎样呢？台湾人啊 ，This is war， 你要怎样呢？咱无了解，人因是足了解呢，这是阿个咧战争呢，咱敢有甲伊签和平条约啊？无呢，大日本是无甲中国签和平条约呢，嘛还未甲美国签和平条约呢。甲美国签和平条约，迄是倒一个？迄是新日本呢。天皇敢有甲美国总统签和平条约啊？无呢。所以吼、哦，也过咧战争呢，还未煞呢。所以黄敏的后裔啊，我只甲恁警告 ，This is war。你要用这个心情来看待，哦，这根据哦考古的遗址发掘啊，台湾在古石器时代哈，都五万年前都已经有人在住，所以咱台湾哦，足早之前就有人啊。在长滨文化遐八仙洞遗址哦，最代表性，八仙洞，八去佚佗无？台东的八仙洞啊，哦。遐是上早咱的人类迄个遗迹哦，唔过啊，遗迹安怎甲你创？这个八仙洞啊，一级古迹哦，国家一级古迹哦，任由你去荒废啊！好，这什么人住咧内底？啊，那就是迄个三级古迹呢，迄、那个什么中正庙迄个啊，三级古迹哦，迄、那个安、啊、那派宪兵底下徛，啊，这一级古迹派新兵底下徛，安那站，安那你知影这建军恁建书啊建言，一级古迹给你用安那。用安尼啦，这一级古迹八仙洞，五万年前就住人哦，啊派新兵去啊，甲恁徛卫兵，啊那中正庙派宪兵甲徛卫兵，所以哈、哦，你爱知影，一级古迹，几乎每一坑拢安尼哦，讲十外坑，拢派新兵去啊徛卫兵。咱较早吼，台湾有真侪文化哦，大坑、大粪坑文化、新石器的吼，再逊唐埔文化、牛马头文化有无？牛条文化、东部的迎顺、绳营红桃文化、
这盐山文化街啊，较早拢是呢，这古早人创作的文化街拢有啊，这十三行博物馆啊呐，甲你起伫废水污水处理厂的隔壁有啊。台湾史前时期的历史分歧一般在1624年的时候呢，那时候荷兰人占领台湾，那时候才开始有写历史。啊，在这之前哈，西班牙人就来了，西班牙人的来的时候哈，因人来较少。啊，荷兰人哈来的时候呢，两边原来发生冲突呢，西班牙人来甲南部的时候呢。荷兰人给赶去，赶离开，啊，结果西班牙人啊都来北部，所以西班牙人来北部，啊，荷兰人伫南部。荷兰人来伫南部的时阵，伫个新市遐、迄个新港遐吼，又教咱即平埔族啊吼，信基督教，信基督教的时阵哦，哇，这新港吼的所在啊，规整拢改信基督教。所以啊，因将这个台湾话啊，迄阵的台语啊，换作新港文，用罗马字啊，换作新港文。所以迄阵啊，咱台湾才开始有文字啊，这个新港文，写起来有像英文无？啊，本来就是英文啊。所以咱较早咱拢学英文的呢。啊，这汉文哈，这叫做新港文哈，这叫做翻阿克，就是吼，咱这个翻边部翻，甲汉人吼签的契约，啊，咱就是翻阿克签落契约。啊，这个汉人吼嘛，大部分拢唔捌字的，因为因甲1949年的时候，啊，佮八成拢文盲嘛，啊，文盲哪有可能签这只好的字？所以人要透过中间人中人来签这个翻阿克，咱这人要搁签字有无？啊，因来等因啊，这个买卖土地，迄阵啊新港文的，新港文吼，伊的特色吼，就是吼，伊咧记数字的时阵吼，365天吼，伊是安怎记哦？伊讲吼，3×100。6×10，5×7，迄是新港文。迄阵啊，咱台湾较早记数就是安尼记的。所以，迄、那个咱台湾人咧算满载无，就是安尼算的。用唱歌的无，唱数字无，算满载就是算这数字啊。安尼就好算的。新港文哦，佮称作翻阿克。一记汉文甲平埔族个契约，咱这个新港文有无？按这汉文啊写起来吼，咱是毋是较先进？遐个文明人吼，拢写汉字个，啊，这个汉字吼，这是伫个1784年迄阵啊写个吼，啊，这伫个1652年吼。荷兰哈，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画一幅图，就台湾咯。迄阵啊，这边这拢山哦，荷兰人个是干那到底遮鸟，台南遮鸟，啊，西班牙人去赶伊了，伊才在到底北部遮，所以伊才有一个圣地亚哥喎。圣地亚哥就是北海湾遐一个三貂角，啊，淡水遐呢，淡水遐伊有这什么？圣萨尔多的款，所以因西班牙吼，拢在叫圣，上面是圣，圣的善，阳光的意思啊。咱台语内底吼，咱去胖店无买胖胖做好食无，这個、胖味吼，就是为西班牙人来。所以咱台语吼，什么叫做台语？台语唔那是好老话呢，台语吼包括西班牙人话。啊，个荷兰人话、汉人的话、日本人的话，甲咱台湾人的话、原住民的话，所有这些倒起来，就叫做台语。哦，不是干那荷兰话尔呢？这胖啊，就是
西班牙人的话。在1625年的时候，通知台湾的荷兰行政长官要求荷兰要派两三个人会晓读圣经的来教这些原住民教基督的信仰。到1627年哈，这第一个正规的迄个牧师哈，才来台湾。迄阵啊，才正式哈展开这个台湾的传教的事业。在新港社哈，在1630年啊，集体表示哈要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咱即嘛哈，咱伫遮唔是要讲迄个信仰啦，咱今日来讲哈，讲这样。这荷兰语啊，古荷兰语。这新港文哦，翻咱台湾，这咱读台湾话读得出来哦，用这读哦，这叫做白话字啦。所以读起来的时候足顺的。恁有时啊看迄老阿妈吼咧读新约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哎，阿妈你会晓读英文呢？迄孙啊吼，吼偌奇怪，阿妈你若遮敖，吼你遐读英文，阿妈讲这白话字啦，伊毋知影白话字就是安怎算英文的一种啦，吼、哦。其实迄阵啊，伫1650年的时阵哦，迄阵荷兰人有分两本册，分翻译啦，翻译成新港文吼、哦，有两本，一本是马太福音，一本是约翰福音。即卖马太福音还佫伫个。啊，不过这约翰福音嘛，煞拍无去啊。这吼，荷兰人啊，迄阵啊，画台湾人啊，咱台湾人家己画哦，家己画图，讲 I am Formosa， 哦，我是佛尔摩沙的人。佛尔摩沙这个名是西班牙人画的，哦，所以啊，其实咱的原住民哦。所有的起源传说足久啊，原住民大概伫8000年前哦，就已经开始啊。咱是南岛语系的哦，哈，甲马来西亚、菲律宾啊、印度尼西亚遮较晚。原住民文化伫原住民跟南岛语系的民族关系的时期里面表明啊，台湾原住民属于南岛语系。在人种上属马来人种，台湾是南岛语族分布的最北端，啊、哦，所以咱是安那，咱讲的话是南岛语系的，哦，边部走来，哦，高山走来，才拢南岛语系的，是干那去哦，汉人啊，为荷兰迄、那个荷兰话啊，甲咱教去，这是荷兰哦，东印度公司因为咱台湾哦。诶，原住民的图，人因即个番啊，为咱即个番啊，绝对无成番啊，有无？咱即大家拢嘛，遮尼雄壮威武啊！即咱台湾人本来就安尼遮用啊。啊，即吉纳人清国的时阵，有无？甲咱为咱台湾番，就是为安尼啦。即个即番伯啦，即番王啊，拢生做安尼啦。即咱台湾番啊，所以吉纳人因的历史吼同款，伊若要丑化你的时阵吼，你台湾番就变安尼啊。啊，若要给你抬举的时阵呢，哦，郑成功话，迄民族英雄就给你画到雄壮威武啊。这台湾番吼，像看起来就真正成番啊。这清国话啊，这台湾人。每一个都是獐头鼠目啊，弯弓屈膝啊呢，为开敢那无成人啊呢，这就是吉纳人为咱台湾人啊呢，看得足清楚，这号做满洲文啊，好不好？这满洲文啊，即讲咱台湾人的番王甲番伯啦，啊人这是荷兰人为咱台湾番，有啊，倒一个成番。雄壮威武哪有在成番的，所以吼、哦、文化无同哦，对人的看待就无同。林玛丽吼，伊认为原住民的祖先是伫15000年前冰河时期吼、哦，从东南亚的岛屿啊迁徙至台湾的哦。百越族为台湾原住民的先祖，也是南岛民族的祖先。
从语言的关系看，古代汉民族啊，还有这个泰民族、南岛民族的地理分布，应该是汉民族在北方，泰民族居中，南岛民族在南。啊，这汉民族不是讲河洛话的呢，这汉民族是讲什么？讲北京话的呢。真正河洛人啊，讲河洛话的呢。啊，恁因拢个误会啊，误会讲就是包青天啊，是河洛人的。其实包青天是河洛人，无唔对啦，啊是差伫个伊讲北京话啊。啊，恁唔能就是包青天是真的呢？包青天是假的啦，包青天是连续剧哦，中西做的连续剧。你唔能就是讲中国真正有这号人哈、啊？包青天是假的哈。伫、哦、1603年的时候哈，迄阵啊，清国啊，进前民国哦、啊，因讲有这明朝哦、啊，这个陈帝的人伊就写一个《东番记》，将台湾的民族哈、啊。称作东番，住伫东平的番啊。刚才时期伫台湾殖民的荷兰政府哦，根据先进前伫印度尼西亚殖民的经验哦，将台湾的原住民称为什么？印度啊，啊不的 Black 啊，人因拢一路共看待，所有的原始民族哦，原住民哦，拢叫做 Black， 无印度哦，印度啊，无像因这样。其他人人讲叫做番啊，好不好？伫个这本册内都有记哦，《东华录》内底啊，甲这个《圣祖录》内底啊，番户口，因迄阵啊，原来有户口哦，原来有统计哦。伊讲河末的时候，就是荷兰人伫个末朝的时候啊，1661年在台的闽客哈、哦，闽客就是闽南人啊。迄阵啊，正闽闽南人哦，来台湾的闽南人有3000里，第一次入台炸37000，就是郑成功啦，病死6000，第尾的时阵哦，42000个迁回中国，安尼，咱那个中国人啊，42000个迁回中国哦。闽客被赶回大清国，台湾的户口哈，所记啊，不管是闽还是番哈，通通是番。因为啊，正真那人拢已经赶回去了嘛。不过哈、哦，番哈、哦、有分青的甲色的，哦，就是煮较色的哈，啊个煮半色的哈，分安尼啊。啊，恁可能拢煮上色啊，煮了臭大去哈。所以，人脉不清嘛。在大清一统治内底嘛，笑。台湾府自古封国之地，无统中国名叫做东番。明朝天启中啊，为荷兰人所占，属日本，好不好？在清顺帝人年的时候，叫郑成功是占的。所以啊，台湾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啊。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啊！上早的汉文字哈，不是汉人扎来的呢。上早的汉文字是日本人传入来的呢。日本人嘛创造真侪字哦，和中国人用啊。比如讲上简单的，恁咧读个化学元素表哇，化学元素表内底哈，中国人干呐捌啥？金银铜铁锡，剩的拢唔捌。对吧？啊，这名称叫拢香港创作的，拢日本人给创作的。中国人嘛，无人权观念嘛，所以这人权啦、啊、主义啦、啊，这嘛拢日本人创作发明的。那这名吼，拢给去掉吼，中国人超袂晓讲话啊。这就是那本册哇，《大清一统志》内底啊，台湾府。自古封国之地，无统中国，名叫做东番，属日本。哎，有简单。所以清国人因知影，在咱台湾是属日本的啊。在1758年的时候，清国政府对咱台湾这不管是闽啊，还是色番、青番啊，实施一个普世汉姓的政策。
所以三百年后啊，咱台湾连遐原住民啊，拢已经变做汉姓啊，无？哦，真侪高山族个啊，贵族拢姓高，啊，贵族拢姓杨，贵族拢姓潘，哦，啊，奇怪，阮个祖先的名都唔是安尼，哪会变做安尼？结果啊，造成血统大乱，有无？真侪表兄弟个，有无？表兄妹个，嗯，拢共姓啊。结果拢在结婚啊！原住民哇，遐原住民真侪姓潘呀，毛真侪姓萧呀，都是因为普氏汉姓。较早边呢，较早原住民因家己的族谱，因家己知影，到尾也是老翻译。所以啊，咱台湾哦，各原住民族几乎跟平埔族一样，都被满汉化。伊甲你讲汉化是假的呢，其实真正是满化。迄阵马家医生来台湾的时候，甲咱台湾人挽喙齿啊，挽免钱的喙齿的时阵啊，迄阵所有台湾人拢啊搁留辫子呢。啊，留辫子的是虾米啦？留辫子的拢清国人啊，对不？清国皇帝一个政策很简单呐、啊，留发不留人啊，留头不留人哈。你只要不照我的规定留辫子，很简单啊，砍头就好了。哦，所以哈、哦，那时候通通变成满洲人啊，满清人啊，哦，这清国人啊，那讲台湾人。在1847年哦，1847年的时候，北路李藩同知啊，史密上书给皇帝讲哦，这袂使讲假哦，这是写皇帝看的。上书啊，你若写假，爱抬头哦。顶头那写，专台无地非番，一户数官啊，专对新番献纳而来。安尼，恁讲恁汉人哦，龙的传人哦，专台无地非番哦。安尼，恁阿哥讲好，恁的祖先18代拢为中国来哦。啊，无恁嘛甲小编看卖啊，看看这个。为这个普氏汉姓迄阵了后，你的祖先到底倒来？你的祖先是不是有法度堆干堆来到这呢？大清皇帝安怎讲？台湾啊，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啊！有啊好，无啊好啦，那有差？但加对啊，我也无加较济啊。康熙、啊、最后是采纳施琅的建议啊，继续占领台湾而已、啊。迄阵啊，台湾的这个所在皮塞大尔，挂日本人，日本皇帝哦，无差啦，迄块仔囝尔，哪有差的？所以咧挂日本天皇的时阵哦，一点啊心疼的呗。遐细尔哪有差？安怎讲？伊清国人哦，拢总才百外万尔呢。大清帝国，因为满洲人才百外万人呢，一个官管偌济，管40000000的同胞，有赞无？所以每一个官的拢管偌济人，吼，哪有时间通管台湾？遐济人管都管袂起啊，哪有时间通管到台湾？所以李鸿章将台湾天皇挂日本天皇的时候，伊原来安怎讲？甲伊藤博文讲啊，讲吼，台湾乃蛮荒瘴疠之区。蛮荒之岛，鸟不语，花不香，山不青，水不秀啊！岛上的化外之民哈、哦，男无情，女无义啊，弃之不足惜啊！所以咧，挂台湾的时候啊，感觉无啥啊。日本时代户口填本吼，伊就甲你注明个足清楚啊。日本人咧做工课哦，足认真的哦。你寄户口平铺的时嘛，同款的。日本人因咧做工业，顶阵个啥程度？迄子弹列车一个礼拜慢30秒，吼、哦，伊感觉歹势，30秒吼慢去啊。啊，若慢一分钟呢，爱道歉啊呢。啊，若教恁呢，真爱人咧教恁的时讲，啊，晚一点没有关系啦，差一点没有关系啦。哎、欸，你来知呢，一点甲一分钟是差60倍呢。啊，那没有关系哦。
所以常常在误点，对不？因为火车在误点哦，因敢讲哦还要道歉吗？免啦，误点而已，没有误遇的，对不？所以哦，因无感觉什么稀奇的所在，差不多就好啦，对不对？马马虎虎啦，马上办。伊若康奎甲你交代讲，他要马上办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啊、哦！因为马上是很久的哦，没有时间限制的哦。伊若讲我十分钟就办给你，安尼就无赶快了。伊若讲马上办的哦，你唔通信林迷啊！马上办是没有时间限制哈、哦。所以哈、哦，这呀、啊，伊户口簿顶头记哈、哦。你是福的、光的，无代表你是好乐人呢。也要讲好乐话，唔是代表你是好乐人呢。户口簿啊，顶头吼，我较早唔知影。哎，我顶头讲个写福，哦，安尼我可能为福建来，啊，无就福州来。唔是呢，日本人伊户口顶头伊写福吼，就是表示讲你是原住民，也要讲好乐话，已经未记得讲原住民话啊。伊甲你注明福，爱好讲客家话，伊甲你注明广。以前那个注明安尼呢，因为伊阿伯迄阵，伊阵要拍中国的时阵吼，伊就暗算讲要将咱台湾人派去管中国。所以你才会晓讲好话的人啊，去管福建、福州，会晓讲广东话、讲客家话，才去讲管广东人。所以哈、哦，迄阵啊，日本人想要解救中国人的时阵啊，都有暗算啊。以前那要解救中国人，这支那人哈、哦，因做奴才是做几啊千担啊呢，做甲足损失的呢。一个做厝边的人哦，看袂落去啊。迄个刚刚你的厝边啊，那一日干讲咧拍因囝拍因某，你一定会感觉心足。足艰苦的，你也想讲要那个帮战呐？到一天伊那咧杀因囝、杀因某的时阵呐，你也一定爱报警的啊！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的厝边咧大细声骂的时阵，家因的某囝当作奴才的时阵，你一定会甲会出声。日本人就是出于这个心理啊，所以啊，因为户口吼写得足清楚哦，你有缠足的。甲你记甲足清楚哦，哦，你较有北个吼，你是福诶，会讲好乐话，甲你记福。啊，你如果有吃阿片，你才有食个阿，记甲足清楚哦，你才有素阿片的哦，有福阿片的哦。啊，个啊，伊家个甲记一下，你有种天牛的那个疫苗有无？天花的疫苗啊？伊就小姐，我接受种疫苗啊！啊，你是妾啦，啊，妻啦，记个足清楚。阿平哦，哇，记个足清楚的。啊，这个种别的所在吼，伊会给你涂黑，这涂黑是国民党来才给你涂黑呢。你本人伊无咧涂黑呢，国民党来吼，你安那，为着不爱让你看。讲这样，甲你涂黑，伊若无你知的所在，伊就甲你涂黑。哦，这个煮较熟个好啊，煮较熟个就甲你记熟。哦，在1898年的时候，迄阵啊，已经挂台湾吼天皇啊，无伊能家具吼，首度提出台湾原住民族的分类体系啊。将台湾原住民分为四群八族11部，这样吼，各个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质，所以啊，这边部族啊吼，所以变作边部番甲石番，拢使用高山族的哦，而且青番分作啥泰雅布隆这啊，因拢甲你加工，这九族文化村啊，其实台湾那九族呢？台湾我一个查起吼，有会当叫出族名的大概有36族，啊，不过吼真侪拢已经无去啊。这是鲁凯族吼，迄阵啊的迄个头目，去日本东京大学吼，
去读册哦。这样看起来跟我想翻，这是翻吗？偌先进的，那有像钱那人，钱那人吼，因咧破袖，唔敢放有无？恁捌看到迄个破袖无？哦，迄是布干，唔知安怎布啊？咱台湾人爱唔免穿遐歹呢，是不是？所以咱台湾人是不是足先进的？即咱台湾吼，去参观日本的舰艦，丹后金舰，即拢咱台湾人哦，即拢翻哦，即可能做较熟个啊，吼、哦。所以其他人拢甲你教我，甲讲吼。我们只要有恒心啊，铁杵都可以磨成绣花针，安尼敢对？恁感觉安尼对啊？有啊，当然恒心哈、哦、可以磨成很细，没有错了。但是你们要有一个观念呢，铁哈、哦，你再怎么磨，它都是铁的。哦，要做成针哈、哦，一定要钢啊。你唔通就是讲吼，铁杵啊，佮安怎磨有法度变钢杵呢？吼、哦，铁杵安怎磨都是铁，除非你是用钢杵下去磨才会变针啊、哦。你最简单的，你用铁线都磨对吧？铁线细啊条啊尔，你磨做针看你会用的未？一定袂用的。啊，唔过啊，伊甲你教讲哦，只要有恒心啊，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结果咧？哦，毛泽东我要坚信这句话不？毛泽东说什么？我们用铁法炼钢，土法炼钢不？结果呢，钢有没有炼出来？所以其他人怎么样？好男不当兵不？好铁不打钉不？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好男不当兵，你要怎么赢？你的阿兵哥通通是一些烂咖，阿弟喜欢那正经，而且这些烂咖、哦、都拿着铁作战，因为你不会炼钢嘛，所以炼的都是铁刀。噶不是多一个破罗安怎？谁在输呀？铁刀谁等于啊？所以吼、哦，正经几那人唔捌赢过，哦，原因就出伫遮啦。不是说他们要放鞭炮呢，其他人、哦、很会放鞭炮的有没有、哦、很会养蚕的啊，烧陶瓷有没有，什么原因？因为那些都没烧钱的，要烧钱一定要炼钢，钢一个炼出来、哎、不叫宝刀宝剑，所以其他人没有宝刀宝剑有没有，他们有的宝刀宝剑在哪里？倚天剑、啊、屠龙刀有没有啊，那个青龙偃月刀，那关公那支刀讲哦，五十几克咯。你个想看嘛？那是小说呢，《倚天剑》《尚方宝剑》那种小说呢。你唔能就是讲中国有宝剑呢。所以啊，好男不当兵的结果就是啥呐？剑书，就跟那道理，一定剑书诶。剑书啊呐，恨铁不成钢，好不好？其他人最好恨铁不成钢啊，恨的没有用哈、啊。铁哈、哦，你要把它锤，把它加入其他的元素，才会成为钢啊。用恨的没有用啊、哦，你再怎么恨都没有用。所以哈、哦，因从来没有什么宝刀宝剑的，剑尖哦，根本唔捌赢过。所以统治中国的拢什么人？所以那些朝代啊，没有一个朝代是中国人的，只有宋朝才行啦，宋朝才行中国人而已，剩下那些皇帝都不是中国人的，日本人呢，每一支武士刀，每支都宝刀，对吧？这挑出来吼，吼，每支都很厉害，日本人在经兵啊，来台湾经兵的时候怎么经？吼爱先看你这个外表安那，会使做将军袂？对吧？爱甲你称看偌重，你看偌高、偌外观吼，平衡感有好无？身材安怎？你看这每一个拢高钢腰的，
这这个身材渐渐哈温雅，对不对？家几乎每一个人拢会使做将军了，对吧？因为安怎，伊才要抵4000个尔呢？迄阵啊来台湾啊，要抵4000个尔，结果200,000人去应征，安怎？吼、哦，迄阵啊做兵吼、哦，做2年兵吼、哦，等于食一世人。所以吼、哦，吼、哦，迄阵啊台务做好诶，台湾人吼、哦，拢来去做兵，200,000人才经4000个尔呢。哦、我当然嘛要经一路忍忍呢，对不对？啊，那咱2400万人诶，要经4000个安怎？搁较忍，吼、哦，咱家拢专家哦，真的。这伊两家具吼、哦，伫个士林观察内底伊讲哦，伫迄阵啊都挂来挂好天皇一年了，伊讲吼，山上的凯达格兰族啊，跟平埔族啊，伫个街上吼、哦。和汉人的体格脸型啊，没有办法区别啊，所以这汉人玩了什么人，嘛是番呢、啊，对不对？没有办法区别一点讲的嘛，所以哈、哦，这番哦，就是讲家己是汉人啊。迄阵啊是已经挂台湾挂一年后啊、哦，这就是伊能家具，伊是人类学家哦，这是台湾哈、哦。36族的族名，哦，为巴塞、古伦、塞夏、巴塞、巴普萨、塞德克、道卡斯、巴兹海、少族、帕普拉、毛穆拉、布隆，这些读完吼、哦，你讲想，上奇怪的这大满族哦，伊是毋是写唔对啊？是不是不满足？上大迄组伊拢无写的，存款不足迄组拢无写，对不对？所以哦，即个咱台湾较早足侪族的，族愈侪愈好，品种愈优良。你才讲迄个连爷爷有无？哦，连爷爷上爱讲啊，他是纯种的有无？越纯的越笨，对不对？就简单啊，越纯的表示那个品种不良的。咱这些族吼，几乎啊都快灭了。其实无啦，是唔知影去啊。即卖吼，原住民族吼，讲剩54万人尔啦。美国大英帝国跟法国、意大利吼，跟日本啊，在1922年的2月16日生效的迄个签订的迄个军备限制条约中哦，第19条明确的将台湾澎湖界定为日本领土。所以，咱台湾人要出国爱做啥？迄阵啊，爱做护照，这护照李嘉善。台湾人，李志善、哦、台湾人出国要用这个护照哦，你看，出国用护照哦，竟然还个留辫子而往。迄阵啊，就有翕相机啊，迄阵翕欧巴哦，这是伫个当时，日本帝国外务大臣李志善。对咧，何进吼，咱就会知影，日本接收为晚清的时候即汉化的原住民哦，第日本时代哦，伊本籍都写番啦，哦，1893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拢总有254万哦，第1896年的时候交接了后，迄阵台湾人口257万，成长才3万尔。在1896年的时候，日本吼将清国吼，即个清国支那人啊，拢赶倒去，乞食、落汉卡、无大个所在哦，驱逐出境。1897年，台湾居民哦分县处理的手续内底规定哦，第一条，
五月初八之前吼，无退出台湾澎湖的吼，甲伫咧台湾有一定的住所的吼，依马关条约视为台湾居民，都是日本的臣民。第五条阁规定哦，你若唔愿做阮日本的臣民的吼，为户籍顶头甲你剔除，吝啬不登记，登记为外国人，没有户籍。所以老来这些人拢啥，拢翻啊哈，无汉人啊，遐汉人拢赶返去中国啊哈，无可能会翻啊哈。所以啊，因只呐，因话足清楚的无，这大清帝国有国旗无？因本来大清帝国嘛无国旗呢，因就是讲吼，用迄个皇帝就是代表国家，哪有啥物国旗？那是因留学生啊，去美国留学的时候，那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各国拢有国旗，干那大清帝国无？用这支这面旗啊，奏请皇上成为大清帝国的国旗，是伫1889年到1912年，1912年的时候，就靠这支五色旗取代啊嘛。啊，你唔能讲，就是讲吼，这支取代呢，这支是海军的军旗。哦，中华民国海军军旗，伊是来个台湾了哈，在1946年定为国旗，在1954年的时候公布，迄阵已经流亡来台湾了，啊，流亡来台湾那有国旗，叫做流亡旗啊，啊，这即马已经取代中国国旗啊，哈，所以啊，咱台湾这类人啊。讲放弃哈、哦、绿卡要缴契机税务，哦，啊、马英九伊就讲，我如果、啊、是美国人有绿卡的话，我要辞台湾总统，哇！伊刚有甲你讲，伊要辞中华民国总统，所以哦，伊讲话足搞呀，你断的，我辞台湾总统、哦这个夫妇哈、啊，总共要缴3000万的契机税。这个、民进党就听到讲安怎？哦，这个可耻！马英九竟然要向美国缴税。苏贞昌讲哦，这是奇耻大辱了。敢是奇耻大辱？吼、哦，人因真啊人偌公营的，哦，我还当缴美国税呢，我是美国人呢，那伊让我感觉奇耻大辱。民进党讲：“哦，台湾总统要向美国缴税，咱当时啊，台湾有总统，所以吼、哦、搞不清楚状况。今仔人欢乐的是啥？应该呢欢乐吼、哦，有一口饭吃啦，对不对？今仔人上老欢乐的是这個，有没有一口饭吃？他们要求的工作吼、哦。”也都只有很简单，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哇！上脚讲的就是安尼，因为你来要去上班吼，吼、哦，头家问你啊，你要多少待遇？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黑龙咧讲假哈，无人有一口饭吃就够了哈。那是干呐想吃一口饭吼，吼、哦，阮都欠足多，做你拢来，阮都欠足多劳力啦。我给你两口饭吃啊、哦、，double 哦。所以我希望这些人都到我家去当奴隶，我给你两口饭吃哈。这毒素，给你毒几落千年。所以上前问的一句话，一个见面就问你讲，吃饱未？无，咱常常东心内会变数出来啊，啊，唔知要问啥，啊，就问吃饱未？吃饱哈？你会变数出来，你给你问讲，你吃饱？所以哦，咱下摆见面哦，免问食饱未啦，食饱那是足无重要的代志啦。爱问讲你有平安无？哎，有顺事无？对不？哎，唔叫你食饱未？真啊人干呐为着食尔啦，真啊人足好食，对不对？因吼、哦、有毛食甲脏水，对不对？无毛食甲清腿啊。有卡食个楼梯，无卡吼食个倒柜啊，所以足好食。
所有的动物吼，几乎都食吃光啊，有啊。今仔人即马食到剩啥？剩迄只黑眼圈呢？我困无饱，迄只有啊。恁知影迄只嘛？啊，无其他阁有啥物动物？所有的动物拢食完去啊呢？因食到偌可怜呢？那看到去溪仔边啊，看到鱼啊，伫溪仔咧游吼，就咧想讲，即只要红烧啊，要清蒸的。所以去到动物园的一个看，嚯，这只骆驼哦，唔知要安怎食才好。迄只象哦，是不是为鼻鼻迄条长鼻开始食上好？听伊讲，迄个鼻吼，食起来讲上赞上好食。因若去动物园，干那想着食尔啦，干那想着讲这只蛇要安怎料理啊，够老可怜。所以哦，因创作这段，这李德喜哦。李德喜是香港一个相声的演员哦，吼，做好讲相声的。有一摆吼，相声讲吼，报菜名，将只所有的菜吼，从头到尾报一摆，吼，讲个足顺的，足好听。从此以后吼，才有一个叫做满汉全席的。慈禧太后是无食到满汉全席呢，是这个人创作出来的呢。啊！你嘛拢就是讲好，慈禧太后拢嘛常常咧食满汉全席，无影啦。这个人创作满汉全席的哈，所以这王朔一讲吼，很多事都在验证吼中国人是猪这个事实啦。为什么？你讲吼，中国人是猪哦，感情上不能接受，可是他妈的很多事都一直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个事实。不侵犯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的都跟自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啊，马上就惨叫，简直啊哭天抢地啊！然后啊，一个大馒头丢过去啊，都掂了。这跟猪是不是一样？哦，猪呢，你要个抓的时候是安尼叽叽叫呢，有无？尤其要个抬的时候啊，哦，较早我虽然住伫个屠宰场隔壁，半暝啊拢会叽。有够忝的，猪吼上傲叫，这哦，这讲哦，这董念台款哦，你看你们根本就不配，你讲哦，这什么？你们都是什么人弄出来的？哇，咱刚想要做猪。因前那人哦，是猪哦。为利的看得出来嘛，对吧？因利的讲因是低啊。字典你给他登一查，什么叫做家？家就是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啊。哦，啊，你的亲人通通是猪，对不对？啊，你给他讲你是龙的传人啊，猪的传人开始在啦。所以王朔的讲有唔对不？无唔对嘛。他们都是猪啊！这个吉纳人，吉纳人足够，就是拢在做这个，做奴隶呢。辫子吼，我爱绑安尼啊，白家安尼足水个喎。所以吉纳人哦，安尼去让外国人一个看了，外国人就遂了解三项代志啊。什么代志？中国人哦，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刚才看这个绑辫子，你就知道了。你的头发如果绑成这样，你多久会洗一次头？一年哦。我看，反正过年的时间嘛，没时间洗。为什么？要准备满汉大餐呢？那我洗干净睡头。所以这些龙的传人哦，白甲安尼来哦，根本都免手洗干啊，因为差一点没有关系嘛，马马虎虎嘛，马上就办了嘛，所以时间对他们哦没有什么关系啊。啊，那是契约的，赶快，因为标点符号啊从来没有的，也没有句点，也没有引号，也没有那个逗点，以前的契约啊。就写好了，写好了，伊那等了，你就表示你赞成了嘛。
过来就在伊解释啊。你本来借伊500元，下摆你就变话爱甲借500万啊，知不知？所以在伊下，所以呢，因为迄个历史，甲因为契约啊，拢共款，拢不诚实。清末吼，在奴隶啊，一批一批从载去美国，一只船是载无几个呢，一只船才载几百个啊呢。迄阵啊吼，有四只船拢总载2523个，去到美国吼要起铁路，途中死1620个啦。所以吼，因讲哦，这六死三老一回头啊，就是咧讲这個。唔是讲来台湾呢，来台湾哦，无可能啦，因为吼、哦，应该会要顺流啦。来台湾爱逆流呢，会当顺流才有法度去到美国呢。爱坐偌久？爱坐2个月呢，才有法度去到美国呢。啊，安那坐？你是啊吼？肩并肩，膝并膝而坐啊！暗时呢，吼爱小榻咧困啊，安尼榻去到美国榻2个月，莫怪要死遐济人嘛。啊，要做奴隶，因阿个感觉做奴隶去美国做奴隶是上幸福的呢，对不对？去美国吼、哦、做奴隶有法度食个饱，困个饱，你中国是食袂饱呢。所以因做爱去做奴隶，啊，要做奴隶。唔是遐简单呢，爱买船票呢，唔是讲吼、哦，我要做美国做无路的，你甲我载去美国，谁要甲你载啊？你赶快爱买机票呢，遐印尼、泰国啊，遐来台湾的赶快爱买机票呢，爱透过中间商呢，我遐中介啊，吼、哦，这么几乎我逐工拢会接到。哎、欸，你们公司有没有缺外劳啊？逐工拢有。哦，足奇怪！我讲阮家吼台劳已经很多了啦，即拢梦想吼、哦、去发财赚钱。今天人家想着要啥？要发财呢？一生吼、哦、为了一口饭吃，想发财，对，拢去做奴隶。啊，即个做奴隶吼。唔是为清国呢，为明朝的时阵就开始做奴隶啊呢，对吧？明朝就有太监啊，对吧？太监就开始做奴隶，啊，遐做太监的遐拢啥？你就是遐拢明朝，明朝是啥物教？唔是啊，明朝信明教嘛，对吧？要点一盏不灭的。什么火圣火有没有？啊，那是什么搞？那是回教啊！回教就是明教了、哦、所以民国哈、哦、是回教国家呢。你们人就是讲民国是什么搞？明朝的时候呢，迄阵是信回教。啊，迄阵来罗列像在做。明朝的皇帝，遐奴隶啊，遐太监相咧做，都是汉人咧做的，做犯官嘛。这一战哦，140,000的华工在澳洲，你去澳洲吼、哦，港岛战争哦，是无通好做战士呢，要做兵爱战士呢，去做奴隶尔啦，无通好港岛战争呢。对啊，拢同款啊！14世纪啊，美国的华工啊，死亡率拢达到65%，即个拢龙的传人，即个龙的传人哦、啊，伊做奴隶是做甲足欢喜的呢，伊无做奴隶是足痛苦的呢。这船叫哦，抵达美洲。在太平洋的铁路啊，拢这些人做的。啊，去完了，去完了，美国人翕相翕翕的，嘿，
无即个华工的像呢，嘿，有无？即拢美国人，即迄阵啊，迄个西部铁路跟东部铁路相接的时候，吼，翕相纪念哦。个顶留一支铁钉啊，讲金的有无？人因只翕落是美国人诶，遐奴隶哦，奴隶无啦，那我同学站在这上面。在拢爱坐船去做劳力呢，同款拢去美国做劳力。加拿大去铁路嘛是叫因，哦，这些劳力有够赞呢，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所以哦，美国啊、加拿大，全世界拢爱足爱请因呢，只要给一口饭吃就好了，吼，足欢喜。这抵达南非，南非什么人？南非是黑人的国度呢，遐欧罗啊，黑人都请得起华工，因为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嘛。所以欧人嘛，请这有一口饭吃嘛，请得起啊，请得起种啥？请得起做甘蔗、种甘蔗，有无？看我赞。只要给一口饭吃就好了，吼、哦，足俗的。这去巴拿马运河的时阵啊，嘛是请这华工去起啊，哦，起到偌赞呢？巴拿马运河就起好了嘞。美国人经营一百年，对不对？美国人本来是不爱绑的，吼、哦，巴拿马的政府啊，你一定要还给我们。美国海运了嘞，我巴拿马人因在经营啊，我。结果现在船要扩建了，现在船又太大只了，没过了。在1888年的时候，跟他就隆重起那么多年了，起好了，很多人敢有头经营，也没嘛。很多人如果想到这点就很苦，奇怪，巴拿马运河我们起的呢，竟然没办法经营。叫美国人的经营、哦、所以啊，提议尼加拉瓜，换阮给你起一条运河，这条起哦，换阮中国人来经营，哦，有赞无？巴拿马这条嘛，这条较短的，无法度经营，换阮起这条较长的哦来经营。这个尼加拉瓜讲哦，好啊，真好啊，哦，恁给阮起免钱的。那也歹，气候吼，互恁经赶快经营一百年，这签约好无？哦，约签了，大家都很高兴啊，中国人也高兴啊，尼加拉瓜人也高兴啊，全世界人都高兴啊，因为又多了一条运河啊，那也歹，有。在尼加拉瓜大运河，中国拥有一百年的营运权哦，吼、哦，终于争取到啊！啊，不过你知影这条要起偌大无？要起多少块？这条运河哈、哦，路线从加勒比海啊、哦、的这个格尔达河啊，沿着杜勒河进入尼加拉瓜湖，再到太平洋，总共有276公里。巴拿马运河少三倍哦。航道规划底部宽度为230米到520米，水深27.6米。航道通过一年的能力大概9100艘，可通行的船、啊、最大吨位是40万吨，计划5年可以建成。你敢信吗？276公里，差不多为桂林到台南。台南也跨度吼、哦，比高速公路较跨有无？230米嘛，超高速公路的3倍跨。3倍宽哈，挖为桂林挖去个台南，啊！你想爱挖偌久？爱欠偌济一口饭吃的，龙的传人，吼、哦！中国人足欢喜的，马上有足济人头做工课啊！哇！爱个挖30米深哦，吼！看这爱挖偌久？
修建的期间哦，预计可以创造五万个就业岗位，营运的期间还可以创造二十万个就业的岗位了。看可怜哦，啊，所以哦，这贾博士哦，贾博士哈、哦，一看到这个情形哦，吼，够赞嘞！其他人那也真爱做老人哈，吼、哦。你讲哦，不要去欺骗别人了、啊，因为你能骗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了、啊。甘准嘛，赶快呢，你不要骗你的朋友呢，能骗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呢。你讲哦，吼、哦，真这其他人哦，真爱做老人哦。恁哦，阿伯免买船票，免买机票，我和恁在中国内底吼做老人就好。安尼有赞无？我只要下订单，哦，下给郭台铭，有赞无？啊，郭台铭呢，马上哨子一吹啊，100万个人来，我有富士康工作，有赞无？免买机票，搁免买船票，只要有一口饭吃，吼、哦，有赞，足赞的。所以哈、哦，这个 Apple 啊，这个做了剩几百万台吗？几千万台啦！手机啊，这个什么 Apple 四啊 ，Apple 风五啦，风六啦，风六 S 啦，一直出来无？一概生产都唔是几千台呢，几千万台呢？有时啊是几亿台呢？遐个人哦，做劳力做了有够赞的，这贾博士有送无？哦，我只要写订单就好，就有那么多的奴隶。结果这个人我来想想做啊，过星期啊，可怜的是哦。今麦换库克啊，无库克嘛就赶快啊，库克我嘛赶快下订单了啊，哦，继续。有一个那个奥巴马咯，奥巴马问贾博士啊，你讲哦。贾博士啊，你什么时候把那个 Apple 啊的生产线移回来我们美国？贾博士一讲哦，回不来了啦，因为哦，在美国没有奴隶啊，找不到奴隶了啦，回不来了啦，对不对？所以啊，有时候咱来看一下这故事啊，什么故事？这好在小鸡与老鹰的故事，Google 一下，在 YouTube 上就有这个故事啊、哦。伊讲哦，这只老鹰哦，唔知影伊是老鹰，因为哦，伊甲鸡斗阵饲啊。迄、那个聋人哦，这个伊是咧迄、那个去一个农庄的时候哦，去看到这只老鹰。那个女孩子啊，她的孙女啊，看到这只老鹰哦，跟鸡长在一起。赶快叫他的爷爷来看，爷爷，那个鸡笼里面、哦、有一只奇怪的鸡呢。因爷爷就给看讲，那是老鹰啊，那个不是鸡的、哦、这个鸡、哦、那一只老鹰、哦、结果一放出来啊，未晓飞呢，为什么？就简单的道理啊，老鹰跟鸡养在一起哦，老鹰就不会飞了，因为老鹰以为它是鸡啊。啊，你如果鸡跟老鹰养在一起呢，它也是鸡啊，永远也不会飞啊。啊，不过老鹰哦，只要知道它是老鹰以后，它就会飞啊。问题就是他一直长在鸡笼里面他就飞不起来。我的朋友哈在华联呢，祖孙啊嘛饲一只老鹰呢，我那饲个龟条来滴。加两年前，想讲吼无甲放生啊，老鹰把它放生，吼都甲抓起路中甲藏的，你知道？啊，到边啊看老鹰飞啊，底下等一睏啊。奇怪，老鹰那唔飞啊！结果对面一台车来哦，嚯，塞紧紧都甲弄死啊！哦，哎，感觉足可惜的呢，啊，一只老鹰甲弄死。
伊拢无想看卖，赛车迄个人啊，看到伊一只老鹰伫路中，一定知影老鹰会飞嘛，所以我甲弄了没有问题，他一定会走了。没想到他撞死了，啊！迄只老鹰呢，唔捌拄到车，一定叫车撞死了嘛。足简单嘞，啊！迄只老鹰哦，煞变放死。这哦，这出电影哦 ，Google 上网去查一下哦，没坏。这只牛嘛，同款呢。这只牛哈、哦、是美国的牛啊，母牛，它的名字叫密尔克谢克，不会啊、哦。他以为自己是一条狗，因为他自细汉他就跟狗长在一起。你没有拿饲料给他，他还不吃哦，不吃青草。他以为他是狗，你饲料还要放在盆子里面，他才吃哦。问题是哈，伊不要吼吼吼，对不对？牛搁较叫嘛是嘛。妈，伊敢有可能吼吼吼？伊迄是天性。啊，伊毋知影伊是牛啊，伊阁是一只狗啊。啊，咱台湾人诶，叫猪饲大汉，煞叫是咱是猪呢？因为安那，自细汉就甲因教嘛。哦，你一出世就甲你讲，啊，你像猪诶哦，吼，猪很好啊，可以睡得饱，吃得好啊。你姓牛的呢？哦，敢那减我两下哦。你姓狗的，敢那加我一下款哦。讲啊，足自然的呢。你无感觉你是禽兽呢？因为自细汉啊，这皇帝就甲恁教做恁是禽兽，教到恁感觉足自然的。哦，你姓马哦，真老走哦。你这下摆一点田径选手、哦。家家呢？吼、哦，恁安做爱生龙子龙孙呢？哇！干两年的时候哦，今仔生一个两囝呢，生一个两女呢。结果呢？吼、哦，两年迄年哦，学校无够啊，病院无够啦。啊，那妇产科讲无够遐侪病房，然后生两囝。啊，学校起无够，然后两囝读册啦。足奇怪，两唔是同款糖吗？您做龙子龙孙有较光荣吗？龙子龙孙有较赞吗？真正会变龙吗？会飞啊吗？唉，这样吼、哦，这恶人吼、哦，曼德拉哦，伊就讲过一句上经典的话，伊讲哦，教育是用来改变世界最强的武器，这就是安那咱来这上课的原因啦，爱来受教育。你讲哦，我痛恨种族歧视，因为我认为那很野蛮。不论是来自于黑人或白人，唔古曼德拉伊是无讲哦，即系龙的传人呢。你拢就是恁黄色诶，哦，恁个皇帝拢讲款黄色诶，哦，你就是龙的传人啊，你误会大了哈、啊。泰国人嘛黄色诶呢，印度人也是黄色的呢。欸、越南人也是黄色的呢。遐个甘有讲因倒一个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的都是龙的传人哦。不要搞错了，曼德拉哈、哦，伊分个足清楚的呢。安那清楚？哦，他一看连分都不用分，黑的跟白的很容易分，所以哈、哦，他很简单的。啊，结果你这黄色的哈、哦、分不清啊。黑蚂蚁跟红蚂蚁有没有？黑蚂蚁哦是足骨力的呢，敢那遐个黑人啊，足骨力的。白人只要做一件事就好，把黑蚂蚁的体液哦涂在我的身上，吼，这些黑蚂蚁的后代啊，通通为我找吃的，多棒啊！这些黄色的蚂蚁啊，恁这些黄色的龙的传人啊，嘿嘿嘿。我只要把你们教育成什么，你们通通是龙的传人，太棒了，每一个都变成我的奴隶了，有赞无？足赞啊！张家祥听到，人家黑人哦，
黑人很容易分辨的，黑白很容易分辨的，黄色的通通不好分辨的，哇！尤其啊，这个猪，这猪哦，要算的时候呢，算计的时候呢，哦，拜托恁个饲小猪有无？迄阵啊，那个蔡英文啊，要算的时候呢，吼、哦，迄阵我呢阿未入来民政府，我呢去个饲一只小猪。哦，饲到要甜的时阵啊，偌欢喜的，赶紧要摕来小猪的、小鹰的竞选总部。啊，迄阵啊，拄好入来民政府，听到秘书长安尼讲，我只猪人家己抬，好家仔。真好，小鹰吼、哦，伊讲吼，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好不好？那个。眼睛哦，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搞去啊！耳孔唔知起个啥搞去啊！因为哦，他们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伊也无咧烦恼，你有看无看啊？有饭吃最重要了，对不对？所以呢，安怎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好无？一摆我去税关处的啊，我去改会，伊讲啊，你。住在中华民国就要找缴中华民国的税啊！嗯，我老公，我是台湾人呢，什么中华民国？哎，公哈，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你不知道吗？我讲嘿，阿干哪安呢？你的名字叫那个蔡姓坚，我叫王显杰，阿、啊、姆的蔡姓坚等于王显杰，阿、啊、王显杰等于蔡姓坚。你讲不是啊，那不一样。我按那中华民国四个字，怎么会等于两个字的台湾呢？你说对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我按那哪对？台湾两个字而已啊，中华民国四个字啊，为什么会相等？会相等哦，会相等。那这个马英九啊，跟英文啊，是不是比较一样？英九跟英文啊，还比较像一点，对不对？英九等于英文，英文等于英九，不是不更像吗？怎么会四个字跟两个字会一样呢？啊，讲拢讲袂听，足奇怪。可安那讲，伊就讲吼，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这就是什么原因？这就出伫遮啦。伊拢甲你讲吼，汉满门徽章无，那么黄色诶。啊，奇怪呢，那做皇帝遐拢黑色诶啊。啊，做奴才遐那拢赶快黑色诶啊。哇！即那也做奴才啊，那也拢红色的这哈、個，啊做皇帝那也拢这红色的哈、啊。所以吼、哦，你要搞清楚啊，湖广闽粤苗哦，这些拢已经去用消灭去啊呢。虽然恁阿公咧讲好多话啊，伊嘛甲恁改做讲恁来讲普通话有无？平常时啊，甲恁教嘛拢教普通话有无？学生去上课嘛，拢甲你讲普通话，所以规北京啊，拢嘛赶快讲你普通话。即个湖广闽粤苗诶，即个话啊，几乎拢快袂记啊，过闽偌久啊，都袂记啊。你后一代都已经即马要改讲用台语讲，用要讲袂通啊呢。因遮吼耳孔拢臭耳人去。河南吼，唔知道王竹恨隔海犹唱大中花，台湾人的开机做喎，八九成拢是汉花做，唔是来台做呢，因为树林系嘛，树林汉系嘛。姓名跟籍贯吼，来自于垦户或官员的编派，因此即使找到了祖籍地啊，当地的族谱哦，祖先的名字也不是真的了。唐山的族谱啊，也不是开机祖传下来的了。而是后来啊，有人哦案子去认亲的时候带回来的，在登山公路哦，嘛是拢在给恁骗的。恁等于来查招炮查查，哎、欸，吼，阮家十八代的呢，哎、欸，隔壁恁那十九代，我搁加个三一代嘞，阮家二十一代，搁隔壁迄个讲，恁家二十一代，阮家二十四代。可以这样吗？中国可以，
为什么？因为历史都会使写假啊，那些做破算啥啦？对不对？其实哦，中国的社会较早无做破呢。古早时代，恁家是拢啥？拢奴隶呢？皇帝才有做破啊！一般人哪有啥物做破啊？做皇帝才会使写做破，来哦。这个出身满洲的贵族，这个、清光女作家德龄，在伊的册顶头就写哦，伊的老爸甲讲哦，因唔是中国人，唔过却是中国人的主人哦。安尼是虾米人？足简单嘞，因就是咧做因的主人的满洲人嘛。哦，即系女真人。文献会啊，伫台湾通志来对哦。有效乾隆二三年的时候，令归附的平埔族征法结办，实施世信政策，还改用汉名。所以雍正八年的时候，马上台湾有60几万人立刻改用汉姓，随同随姓到支那的族谱里面去。乾隆48年还增加91万。啊，台湾迄阵的人口才偌济，拢共嘛才200多万尔。啊，这些马上盖了就已经100几万啊！血统大乱，为什么血统会大乱？奇怪，这些原住民拢跟汉人的血拢共姓啊，哪会使？哦，这些汉人哦，乱甘愿的呢？阮哪会使跟海番共祖先啊？当然，阮都变化啦。所以啊，汉人哦，叫这满洲人哦。袂使，这个政策要改变。哦，那会使改，改叫翻港祖先。所以哦，因为种族的优越感，因为什么优越感？阮汉人叫会得掉啊，将家己的小鸟挂掉。恁什么人有这个才调？挂掉了就会当做官，有赞无？搁做大官呢？做犯官有无？做呀，犯官的拢汉人呢，无一个满洲人，无一个清国人呢。清国的人，遐汉人啊，每一个拢同款，拢汉人咧做在奴隶。唔啊，清国哦，民国嘛是同款，东条嘛同款，遐做犯官的拢像，拢是汉人。啊，遐外国人来做皇帝的时候，好啊，哦，恁这汉人足爱做犯官的对吧？唯一的条件，把小鸟割掉。啊，你有赞吗？《葵花宝典》只要练成功，百毒不侵啊，对不对？就成功啊嘛。所以中国人的《葵花宝典》是足赞的，因是足够练的呢。做奴隶唯一的条件，对不对？这些拢宦官呢，哦，这些宦官大家拢大官呢。自从把小鸟割掉以后，就发达了。所以，足爱做的，做奴隶哦，做个足欢喜的。你若要叫伊卖做奴隶，是足痛苦的呢。迄阵林肯解放黑奴的时阵啊，黑奴嘛足艰苦的呢。白人更加的艰苦，对不对？因为白人无人通好做工过啊。所以黑人啊，足艰苦的，无工过，然后做无饭，然后食无汤，然后住。这的奴隶嘛，同款呢。你叫伊卖做奴隶哦，足艰苦的呢。历史上这宦官哦，为东汉就开始做了。东汉唐明清啊，秦，这的拢在做奴隶呢，做宦官呢，做甲足有气的呢。这些犯官啊，吼、哦，大家拢大官呢，尤其那个小李子，哇，那个小李子是著名的呢。这样，圣经内底有写无？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啊，脱离埃及的时阵啊，脱离奴隶生活的时阵啊，迄阵啊，奴隶拢总600万呢。迄阵啊，以色列人啊，嘛足痛苦的呢。马摩西啊，阮住伫埃及做奴隶的时阵，
有通好食，有通好住，你甲阮带出去埃及创啥？来到旷野，无饭通好食，无物件通好食，无所在通住，嘛是真痛苦呢。所以啊，慢慢摩西，唔过啊，要带因出埃及的时阵吼，迄、那个法老王啊，嘛足痛苦的，对不对？那会使，我这奴隶，你要甲我带出去，啊，我这工作要怎做？所以迄个法老啊，嘛足痛苦的，无同意，对不对？无同意，结果咧，摩西就祈祷上帝讲啊，要安怎将脱离这个奴隶的生活？上帝讲哦。伊若唔同意，我降下灾的予埃及人，有无？拢总有十个灾祸，有无？第十个灾祸以后啊，法老王才甘愿将这奴隶好来放恁去。第十个灾祸是虾米灾祸？讲长子之祸，迄阵啊上大的灾祸。即、這个第十个灾祸吼，讲安怎？法老王，你如果不同意我这些子民离开埃及啊，我要把你头生的孩子通通杀掉，不止人哦，不止法老王的头生的哦，连动物的头生的通通要杀掉。法老王不信呢，上帝交代摩西啊，那你以色列人吼、哦，门槛。爱用羊血甲画红的起来做记号，安尼我就袂杀恁家的长子。法老王唔信，无用羊血涂门框啊，所以法老王的长子死了，全埃及遍地所有的长子通通死了，只有以色列人的长子没死。不止人哦，连动物的头生的拢死，死了法老王才甘愿放这奴隶出去。啊，恁知中国的春联安怎来的无？中国的春联啊，是不是跟羊血涂在门框上同款？摩西讲吼。耶和华这样说：耶到半夜的时候，我必须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在宝座上的、哦、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卑女所有的长子、啊、一切头生的畜生都必死。埃及遍地、啊、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连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灾难看有多大。所以、哦、要在你的门框上面要涂羊血做记号。中国人的风俗就从那来的。中国人感觉只涂羊血不够、哦、还要再写上吉利的文字，有没有？就是从这来的。你就是中国人啦，那时候明朝明朝的时候就信回教的嘛，所以就讲的嘛，安尼中国人的祖先，因为政府纯种无，是不是很纯？这把对联都写了好啊，哦，世上贞烈女子近来啊低头解裙，天下英雄男儿到此地啊俯首脱裤，男女称爽哦。这是扁瘦啊，扁瘦的门脸啊，看几哪人连扁瘦都爱戴门脸，看偌惊就好了，对吧？为什么？伊惊内底头生的叫抬起啊，对不对？扁瘦迄个头生的啦，抬起都完了，佫变奴隶去。所以吼、哦，这风俗就为迄阵来。你唔通继续讲吼，几哪人哦有遐大创造力，唔是吼、哦？这历史吼、哦，中国历史啊。因为历史就是安尼，这为这开始哦，所有的拢不是中国人在做皇帝哦，为较像中国人是干那宋朝尔呢？
宋朝迄个包青天迄个朝代，有开封府迄个朝代，迄个皇帝才成中国人个尔呢，这是汉人的，剩下这拢毋是汉人呢。历史要创啥用诶？历史就是要见往开来啊！你的历史啊，如果写假的，那、啊、你怎么见察以往？你见以往都是假的，所以你不能够开创未来嘛。所以这个国家永远拢咧换朝代，原因就伫遮，伊个历史拢假。所以就爱一日干嘛换朝代啊？因为他没有未来嘛，对不对？这伫碧潭桥头哦，碧潭桥头，你即马去看个哇？碧潭吊桥哈，也桥头，你想想，民国25年8月竣工了。碧潭吊桥有法度伫民国25年起好吗？民国25年哦，伊还搁伫咧中国，还搁咧木修呢。根本连台湾来，台湾时阵安怎样，这伊唔知啊。有法度起碧潭吊桥，你准去甲看吼，还搁听哦。伊即马头前只踩一支牌啊。民国25年8月竣工，哦，看偌好。这钱哪会历史哦？这讲秦始皇啦、啊。啊，这个讲好这汉光武啊，奇怪，这两个是不是双胞胎？哦，无啦，这秦始皇吼、哦，因为较歹嘛，所以嘴手发较侪款。这就是中国历史啦、啊，唔难，两个哦，所有的中国历史皇帝哦，你甲摕出来看，长得都很像。是虾米人捌看过皇帝啦？唔捌嘛，所以用话，结果话起大家拢同款，因同一个人话嘛。毕加索咧话的时阵是袂话安尼呢？伊阵啊，秦始皇的时阵啊，伊讲哦，伊的地图啊、版图啊，北扩千里，百越之地尽皆俯首，虾米都是百越之地。百越之地就是哈南。南蛮的所在，哦，在越国、大理国叫拢百越。秦始皇修长城，把战国时的燕、赵在长城拢连接起来。不过啊，秦始皇跟他在位15年尔，起长城，伊钱拢起开伫遐啦。你一个国家的钱，人拢开伫遮，我都忝啊咧。长城啊，就敢恁家的围墙啊，你的钱啦，拢开伫个围墙啊，你甲想，你这个国家会安怎？哪呢？这啊，奥巴马去长城啊，去安怎甲讲？伊讲好，我们的围墙啊，盖得多漂亮，多高啊，对不对？还有10000多公里长呢。奥巴马是咪爱笑？哪有人在戆的啊？为钱啊，起遐当要创啥？搁起，搁恁祖先都几啊清代就开始起啊呢？哦，起到这玩意，对不对？啊，你敢讲长城外面都是你们的土地？恁家的为钱啊，外口的地完啊，恁的吗？安尼奥巴马会笑的，起爱笑的。哦，阮家阮祖先为啥啊起到这哦？已经起几啊千年啊，外口的土地拢阮的，这有爱笑哦。这唔来爱笑，所有的国家不管倒一个领袖起到遐参观哦，哦，哪有人这戆的国家啊？为啥啊起遐高要创啥？搁讲外口的土地拢阮的，这曼德拉来同款啊。哦，大家拢看到我长城啊，拢感觉足爱笑的。哪有人这么说的啊？为什么起这么高要做什么？领导的人客来参观，你会去带他去看领导的围墙吗？哦，我们家的围墙，我阿公去的，去多漂亮的呢，去多高的呢？哪有那么说的国家啊？你要带你的人客去看看领导，哦，我们家吊一百蒙娜丽莎，对不对？哦，吊一百梵谷的，那不才有特地说你这样点，
哦，领导的围墙啊，起偌水的呢？哦，那有迄款文化呢？迄阵啊，秦始皇啊，嘛搁起这阿房宫有无？起这兵马俑，啊，钱拢开伫遮，莫怪伊干那做十五年尔嘛。这阿房宫哦，一个都烧去啊，对不对？讲烧七暝七更啊。其他人就战争就是安那，足简单诶嘛。屠城，因为战争哦，都是屠城啦。因为历史都是屠城史，每一摆甲恁占来了，你先甲人先抬到打，抬到剩啥？抬到剩查某诶，剩一寡老弱妇孺啦。遐听我都叫恁去煮饭啊，去甲种作啊。所以吼、哦，因拢咧谈，你若换朝代啊，我就从顶朝代的皇宫啊，拢甲烧掉。所以中国人无虾米历史建筑啦，虾米古迹足少的，剩万里长城尔，像剩迄个围墙啊，起啊长尔有无？其实秦始皇唔是中国人咧，秦始皇是羌族人咧，对吧？伊的老爸叫做啥？异人，大汉帝国的老班哦，伊是东夷人呢。大楚帝国是百越族人呢。大隋帝国是突厥人呢。大唐帝国是八大诸国的鲜卑人呢。大元帝国是蒙古人呢。大明帝国是汉化的回族人呢。大清帝国是满洲女真人呢。啊，多一个是汉人。无甲半个是汉人呢，除了无讲的迄个宋朝的啊，较像汉人以外，其他拢外国的呢，拢外国的。啊，外国做你的皇帝了，你叫啥？汉高祖，对不对？隋高祖、唐高祖、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清太祖，这你拢甲叫做祖呢？人甲恁刀拍甲安尼，是哩哩啦啦啊！你阁叫伊太祖，这汉民族伟大无？足伟大！人甲你拍了，你马上跪来叫伊太祖，吼赞！因为你甲叫太祖了，伊就袂甲你拍嘛。这就是汉民族，这拢入侵。这中国的历史啊，北狄、东夷、西戎、南蛮，这都是历史。汉人这河南、河洛人，这是汉人。洛阳平原嘛，对吧？啊，洛阳平原是讲河洛话呢，不是讲北京话呢。广东人、客家人、跟河洛人。是拢去予汉人灭国去安尼，啊汉人搁较好，汉人吼、哦，啊无讲叫即个汉，即个客家人、广东人、即个迄个河洛人，爱将话啊袂使讲河洛话，袂使讲客家话，袂使讲广东话，满洲人就会来安怎，袂使讲，爱讲啥讲普通话，金达鲁语，对不对？什么叫做数典忘祖？就是安尼。口口声声讲你是汉家人啊，结果呢，开口闭口你就唐人调。什么是唐人调？唐人调就是河洛的。唐诗三百首爱用河洛的唱呢，无是袂押韵呢。连三字经也是爱用河洛的唱呢。书书行行拢奇人样啊。下面奇人样，吼、哦，女孩子讲穿旗袍最漂亮，有没有？穿了就脱不下来了，有没有？凹凸有致的奇人样，满嘴的胡言又乱语啊！下面恁咧讲的拢是胡言呢，奇语呢？安尼讲恁是汉家人，恁是汉人哦，龙的传人哦，
卖戆啊哈！哦，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哦，咱课就讲到这，谢谢。